上空下到法师。《当广佛华严经》卷二十六，十回向品第二十五之四。佛子，菩萨摩诃萨布施作时，或施所处狮子之座，其座高广殊特妙好，琉璃为足，金缕所成，柔软衣服以覆其上，建以高处。黄熏诸妙香，无量杂宝庄严之具，以为庄教。今往复上，夺扫出妙音声，奇珍万计，周扎田氏，一切臣民所供展仰。冠顶戴王，独居上，宣布法化。万邦奉及王比妙宝延伸，所谓普光明宝、地清宝、大地清宝、圣藏摩尼宝，明净如日，清凉游月，周扎凡布，譬如众星，海珠妙宝，海坚固床宝，奇闻异鸟种种庄严，与诸最尊最圣阎浮檀金离垢宝尊，以冠其首，降冠顶位，王阎浮提具足无量大威德力，以慈为主，敷布诸怨敌，教令所行弥不顺承。阿弥陀佛，弥不成顺时，转轮王以如是等百千万亿无量无数宝庄严座，施于如来第一福田及诸菩萨真善知识、贤圣僧宝、说法之师、父母、宗亲、声闻、独觉，即以发趣菩萨乘者或如来塔，乃至一切贫穷孤陋，随其所需，结悉阿弥陀佛，悉结施语，以此善根，如是回向。所谓愿一切众生作菩提座，悉能觉悟诸佛正法；愿一切众生处自在座，得法自在，诸金刚山所不能坏。能悉摧伏一切魔君，愿一切众生得佛自在狮子之座，一切众生之所瞻仰，愿一切众生得不可说不可说种种殊妙宝庄严座，于法自在化导众生。愿一切众生得三种世间最殊胜座，广大善根之所言事，愿一切众生得周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座，阿僧祇劫叹之无尽。愿一切众生得大身密福德之座，其身充满一切法界。愿一切众生得不思议种种宝座，随其本愿所念众生广开法师。愿一切众生得善妙座，现不可说诸佛神通。愿一切众生得一切宝座，一切香座，一切华座，一切衣座，一切幔座，一切摩尼座，一切琉璃等不思议种种宝座，无量不可说世界座，一切世间庄严清净座，一切金刚座，示现如来威德自在，成最正觉。是为菩萨摩诃萨施宝座时善根回向，为令众生获离世间大菩提座，自然觉悟一切佛法故。阿弥陀佛，请法师慈悲。
号阿弥陀佛。我会把这一段呢，来学学习一下。那昨天我们学床坐，那个床，现在学到了舍座位，座位这个事。好，在接下来呢，就是佛子啊，菩萨摩诃萨在布施这个座位的时候，也就是说禅坐，通常来讲啊，我们现在的椅子啊、凳子啊，这也叫座位。那么我们在施舍这种座位的时候呢，或者说施所处施子之座，就是施舍给别人，让别人坐在狮子之座，狮子座是最殊胜最好的了。那狮子座具体呢是这样的，其座啊高广，又高又广，而且呢非常殊胜，非常奇特，非常微妙，非常的好。其座高广殊特妙好，那整个这个狮子之座啊是琉璃未足。坐的脚啊腿啊是琉璃的，金缕所成，琉璃就是金缕果子琉璃所成就的，还有好多柔软的衣服以敷其上，就是敷在上面，人坐在上面，这衣服放在这个狮子之座上，放在狮子之座上敷好。那同时呢还要建于宝床啊，还要建立起来这种宝床。那不单是有宝床啊，还要有熏以妙香，用妙香来熏染这个环境，还要有无量的杂宝做庄严之具，还有无量的杂宝，各式各样的宝那么用这些宝做你这个狮子座的这个庄严之具那么用这些宝呢为这个狮子座做庄严，做点孝点缀，这个孝也有点缀之意。在这个狮子座的上方呢还要有金网覆上，也就是说像宝盖一样，这个金网覆盖在上面就像宝盖一样，还要有绫罗丰饶在这个狮子座上面，这个金王府盖的地方四周要是有这些个宝铎，就是小铃铛，这些小铃铛呢那丰饶就会出微妙的音声。而且这种狮子之座是珍奇万计就是数以万计的这些奇珍异宝来兜扎天室，在四周在装饰着这个狮子之座。那这样的狮子之座是一切臣民所共瞻仰的，这样的座位只有灌顶大王才独居其上。那么呢真正的这个灌顶大王他在宣布法化是万邦尊奉。为什么这个灌顶大王他也可以宣布法化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像这种灌顶大王也是相似于转轮圣王了。转轮圣王就是受灌顶位做转轮圣王的。那么转轮圣王住世的时候都要以十善业来化导众生。当然了，也有一些个初行菩萨道的做国王身以后呢也会以这个十善业来化导众生。那他在宣布这个教法来教化众生呢，整个万邦尊奉，因为转轮圣王是要统摄四大部洲，这四大部洲就相当于四个太阳系，就相当于四个太阳系。那么呢在四个太阳系以内呢那有很多很多国家万数的数以万数的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君主都会尊奉这个灌顶大王的统领。
这个灌顶大王，也就是转轮圣王啊，他还要用这些个妙宝，微妙的宝来庄严自己身。那都有什么妙宝呢？也就是所谓的普光明宝、地清宝、大地清宝，还有圣藏牟尼宝。大家说不理解，不理解，现在也给你讲讲不了这个事，因为有好多东西你看到了你就知道了，要不然怎么说在你心目当中还是不清楚的。希望各位呢好好修，等你有这个福德了，自然会招感这些个宝物的现前，到那个时候你什么都可以看得到了。那在此呢我们不细讲这些宝物，因为和我们学的这个要点并不是十分相应的。总而言之，大家知道这些个转轮圣王他用种种的宝来庄严他的身，就是地清宝、大地清宝，还有圣藏牟尼宝。那这些个宝啊都非常明洁的，都是非常清净的就像太阳一样，就像太阳它有光明啊。那么呢虽然说有光明，并不是像太阳那样炎热，从这个清凉的角度上来讲，它就像月亮一样，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在周匝，也就是说这些个宝整个的四周一圈一圈的围绕着帆布的，也就是说非常多，叫帆，非常多来散布的这些宝，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之多。那么呢这个转轮圣王还有上妙庄严，它是最为第一无比的，他用这些个最上的最微妙的庄严物来装饰自身，所以说他是呢第一无比的。那么呢还有还有海枢妙宝，还有海坚固床宝。那这些宝呢都是奇闻仪表，奇闻仪表，这个奇闻仪表也就是说它这个纹理我们这个世界的残金离垢宝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名贵的宝叫残金离垢宝这个宝珍呢以观其首，我们世界最好的一种宝珍以观其首。那么呢他在享受这个灌顶位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阎浮提的王，受灌顶位以后就做阎浮提王。那这样的灌顶大王也就是转轮圣王他有具足无量的，他自身呢就具足无量的这种大威德力，他自身呢具足无量的这些大威德力，还会以持为主。虽然说他自身呢有无量的这种威德力，但是呢他绝对不会用这种威神力量去镇压别人他会以这种慈给众生快乐为根本为主导也就是说以德来感化所有的怨敌，所以说以慈为主扶诸怨敌，就是以这种慈心给众生快乐这个心呢来降服怨敌，让这些个怨敌都能听他的话，听他的教导，是教令所行弥不成顺。由于他这不是一个座位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无量的无数的宝庄严座来施舍给予如来，因为如来是第一福田以及呢施舍给这些菩萨、这些真善知识，还有贤圣僧宝，以及说法之师，还要用这些个宝座供养父母、宗亲、声闻独觉，以及呢就是初发心的菩萨都会去供养。那或者说呢用这些宝座呢供养如来的塔那塔过去呢就是以塔为主后来呢就形成了塔院再往后呢就是寺院了。
啊，实际寺院呢也是这种塔的一种变相，啊、或者说施舍给这个如来塔，也就是说现在的寺院，乃至一切这些贫穷的孤陋的啊，也施舍给他们，就随其所需，随着这些众生所需都施舍给他。那么这个转轮圣王啊，他在施舍啊这些东西啊，施舍这些东西形成的这个善根和功德呢，以此善根呢，他会做这样的回向，也就是说他用这个善根功德回向的时候，他会发愿，愿一切众生啊都能做菩提座，愿一切众生都能做菩提座。因为他现在施舍的是这种座位，愿一切众生都能做菩提座，其能觉悟诸佛正法，也就是个个都能明白清楚诸佛的正法是什么。因为能坐在菩提座，那所谓的坐菩提座呢，并不是外表的形式上的坐这种菩提座。这个菩提座，菩提意觉悟嘛。什么是觉悟呢？这个人觉悟没有觉悟呢？就是你有明白没有明白呢？实际这个觉悟有明白的这个成分在里头。所以说呢，愿一切众生都能心里明白，通通呢都能明白诸佛的正法，这个是他发愿的真实的含义。好，再接下来就是愿一切众生都处自在座。愿一切众生都处自在座，得法自在。那这样呢，就可以诸金刚山不能坏，而且呢，通通的有能力去摧伏一切魔君。那这是什么一种自在座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在座呢？就是我们愿一切众生都处在这种自在座，那是什么样自在座呢？真正的这个有什么座位是自在的吗？那还是我们心里的事。我们有没有那种自在的智慧？如果说得法自在，得法自在，那什么叫得法自在呢？这个法并不是单单指的佛法也不是语文法，也不是数学法，这个法呢是包含一切，甚至包括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那么呢，这个转轮圣王会发愿，愿一切众生啊都处自在座，得法自在，得法自在，也就是说于一切物于一切法都能得以自在。如果说这样的话呢那些诸金刚山所不能坏，就像金刚山一样不能毁坏，而且呢自己就有能力去摧伏一切魔君。如果说你这人于一切法不得自在呢你想摧伏一切魔君就显得尤为艰难了。好，再接下来呢就是发愿，愿一切众生啊都能得佛的这种自在的狮子之座，能得佛的这个自在的狮子座。那为什么说能得佛的自在狮子座呢那么哪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自在呢？他确实有好多人呢他没有那个福德坐在这个狮子的座上，他坐上去他不得自在甚至有恐惧害怕甚至呢无奈，种种的业都会表现出来。就算给他这么好个座位他在这个座位上也是不得自在，甚至他都要把这个座位变成钱去换口饭吃因为众生相就是贫贱相。所以说呢现在发愿，愿一切众生啊都能得这个佛的自在狮子座。佛坐在这个狮子座上就是绝对自在的，要有佛的这种精神和内涵才能坐在狮子座上得以自在的。再接下来就是一切众生自所沾染都能像佛一样坐在狮子座上那样潇洒那样自在。一切众生他去礼拜恭敬的时候以及提出问题的时候，佛都能自在如意的接受这一切，解决这一切。那么愿一切众生也都能像佛一样接受一切众生的这种瞻仰。
再接下来呢，就是愿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得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些种种殊妙的宝庄严座，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啊，无数的说不清楚那么多的种种的殊胜的微妙的宝庄严座。那么这样的座位呢，于法自在能化导众生啊。如果说你这个人于法自在能化导众生啊，再有这样的座位，就如虎添翼啊，更有一定的奢福力，更有一定的奢福力和震撼力。好，再接下来呢，就是愿一切众生都得三种世间最殊胜座。世间呢有三种最殊胜的座位，愿一切众生啊都能得，都能得这个好处。这三种世间最殊胜的座位，愿一切众生都能得。比如说整个菩萨发心呢，都是愿一切众生能得好。那世间一切众生的世间三种殊胜座，就是广大善根之所延饰。这三种世间的最殊胜座，它需要广大的善根来庄严的。那这个座就不单单是外在的形式上座了，不单单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座了。你比如说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什么叫首席呀？首席就是座位啊。啊，那真正的那个首席科学家必须要坐在座位上，别人才恭敬吗？那也不是的。啊，那他有他的科学家的境界，有他的学识，啊，有他的高雅的人格。那这样呢？啊，首席的科学家，那记住，首席第一个位置，那就叫殊胜，最殊胜的座位。但是呢，这个首席不一定他非要坐在那个首席上，这种人坐在首位子上，那个位子都是首席，因为在别人心目当中他已经是最崇高的了。那么现在我们愿一切众生啊都能得三种世间最殊胜座，这三种世间最殊胜座需要广大的善根才能延饰。你比如说首席科学家啊，他的科学境界呀、学识修养啊，以及道德为人呢、他需要众多方面的善根来庄严自己，来为自己装饰，用这些装饰。不像现在好多人用衣服装饰自己，用金子银子装饰自己，你装饰来装饰去，你内涵什么也没有，给别人一种感觉，就像一个天下最美丽的一个怎么说呢，希望大家能接受啊，就像一个那个便桶啊，但是上面又浇花又刻字的啊，又用黄金又用白银的，但是还是个粪桶啊。那么呢，我们记住这一点就好了。那真正的这种我们愿周遍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座，就周遍世界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那么多的座位，是没有声音了吗？大家一直在闭麦啊。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这些个不可说的世界座位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得。那么呢，得了这些座位要进阿僧祇劫，就是无量无边数的劫，我们去感叹都感叹不尽，就我们感叹都感叹不尽，愿一切众生都能得那么多数的世界座，就是各式各样的座。好，再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发愿，那前面这个座那么多的座都是什么座？记住广大善根那个就是你的座位啊，也可以说每一种善根都是一种座位。我们现在呢，就是借助外在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宝座
来生成，因为佛家最注重智慧内涵，那自己的智慧内涵和种种功德种种境界也是一种作为，是在你内在的这种作为。那愿一切众生成就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么多世界的作为，这个不单单是外在的，也是我们的内涵。那这样呢，就可以经无量的劫，我们赞叹都赞叹不尽了。好，再接下来就是愿一切众生啊都能得大生密福德之作，因为你现在施舍的作为我们最近发愿呢就是还是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作为。那什么作为呢？就是大福德就是大生密福德之作。那什么叫大生密福德之作呢？又大又甚深那众生又能搞不明白的这种福德，这是一种什么福德啊？那看后一句就能理解了。其身充满一切法界，其身充满一切法界那你想一想，这是什么作为呢？又广大又甚深又微密，众生难以理解的这种福德那这种作为是什么作呢？就是其身充满一切法界，就是我们那个妙明真心呢，每个人都有那个心，都有那个性，就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坐在这个座位上，坐在这个座位上，其身充遍一切法界。好，再接下来就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不可思议的种种宝座，愿一切众生啊都能得不可思议的种种宝座。那这些不可思议的种种宝座都能随其本愿从念众生来广开法施，比如说随其本愿所念众生，比如说菩萨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那么他在施舍传作这种座位的时候啊，就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不可思议的种种座种种宝座，比如说随其本愿所念众生。那这个本愿和所念众生呢，比如说自身所过去立的这个誓愿，以及呢他所要念的所要念的这个众生，因为这个自身本愿的驱使和自己心念众生的这种驱使，就可以广方面的来开设这种法施，就施舍方法给别人，让别人呢能得到种种的规则种种的认识。好，再接下来就是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善妙座就是最好的最微妙的座位，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善妙座，最好的最殊胜的。那么呢，坐在这种善妙座上，那这也是一个内在的，并不是外在的那个凳子椅子和座位了。比如说我们众生啊，如果说得到这种善妙，比如说我们心安住在善妙的这种状态上呢，就可以现不可说的诸佛神通，并不是说有哪个座位啊你坐上了就可以展现诸佛的神通了。那现在呢是最近发愿，所以说会用这个坐字，但是呢大家不要把这块发愿这块这个坐理解成我们坐的那个座位。比如说我们施舍座位的时候要发这个愿，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善妙的方法吧比如说善妙的安住，善妙的安住座位，这叫安住嘛，你坐在那块就是安住下来嘛。比如说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善妙的安住，使自己能定下来，能定下来定下来以后，安住下来以后呢，就可以现不可说的那些诸佛的神通力啊。好，再接下来就是愿一切众生啊，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一切宝座，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一切宝座，还有一切香座啊，一切花座啊，一切衣座，一切幔座，
一切毛泥座，一切琉璃等不可思议的种种宝座，还有无量不可说的世界座，还有一切世间庄严的清净座，还有一切金刚座，还有四，那坐在这些座位上呢，就可以视线视见如来的威德自在成最正觉。比如说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以这些座啊，在这些座上呢成最殊胜的觉悟。那这个呀，就是菩萨摩诃萨在施舍这个座位这种宝座的时候要做的善根回向。那么菩萨为什么在施舍座位要做这个善根回向，这样回向呢？回向这么多要这样回向呢？那菩萨这样回向就是为了让这些众生啊都能获得离世间大菩提座。那这块啊是对记得每一段最后的这些话都是对前面一段的高度总结。比如说屠龙点睛之笔，屠龙点睛之笔，一大家这一块懂了，那整个前面就都活了。那这块懂了，前面就都活了，就叫屠龙点兵点睛之笔呀。比如说菩萨在施舍宝座的时候，这个善根回向，为什么要这样回向呢？为什么要这样回向呢？就是为了让众生都能获得离世间的大菩提座，自然的去觉悟一切佛法，自然的去觉悟一切佛法，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呢，菩萨才这样回向。那记住啊，这个回向的总的目的是让众生都能获得离世间的大菩提座。这个大菩提座真正是座位吗？真正是一个凳子啊，一个椅子啊，还是一个什么宝座啊？这个座也可以叫宝座，但是它不是这个座。也就是说呢，愿一切众生都能获得这个大菩提心啊，或者说大安住在大菩提心上。所谓坐就叫安住，坐就叫安住。你看哪个人坐下来以后就叫安住嘛，安住叫坐，也就是说安住在大菩提上，这样呢就可以觉悟一切佛法，就可以明白这一切佛法。那希望大家呢都理解，因为这里面呢处处都讲坐，好像呢大家呢就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座位。我们回向的时候啊，就总想让众生坐在那个一个座位上，所以这个座位主要是内涵的、内在的，希望大家能得以理解。好了，那我们这一段呢就学过去了那个请天女继续。阿弥陀佛。佛子，菩萨摩诃萨施诸宝盖，此盖殊特，尊贵所用，种种大宝而为庄严，百千亿挪油陀上妙盖中最为第一，众宝为干，妙网覆上，金宝绳金铃周扎垂下，摩尼璎珞次第悬布，微风吹动，妙音刻谐，珠玉宝藏种种充满，无量奇珍悉以严饰，旃檀沉水妙香普熏，阎浮檀金光明清净，如是无量百千亿挪油陀阿僧祇众妙宝物具足庄严，以清净心奉施于佛，即佛灭后所有塔庙，或为法故，施诸菩萨及善知识，名闻法师，或施父母，或施僧宝，或复奉施一切佛法，
或施种种众生福田，或施施僧及诸尊数，或施初发菩提之心，乃至一切贫穷孤陋，随有求者悉皆施予，以此善根如是回向。所谓愿一切众生勤修善根，以复其身，常为诸佛之所庇荫；愿一切众生功德智慧，以为其盖，永离世间一切烦恼；愿一切众生复以善法，灭除世间尘垢热闹；愿一切众生得智慧藏，令众乐见，心无厌足；愿一切众生以极净白发而自复因，皆得究竟不坏佛法；愿一切众生善复其身，究竟如来清净法身；愿一切众生作周边盖，实力智慧遍覆世间；愿一切众生得妙智慧，出过三世无所染着；愿一切众生得因供盖，成圣福田，受一切供；愿一切众生得最上盖，或无上智，自然觉悟。是为菩萨摩诃萨施盖时善根回向，为令一切众生得自在盖，能持一切诸善法故；为令一切众生能以一盖普覆一切虚空法界一切刹土，示现诸佛自在神通无退转故；为令一切众生能以一盖庄严十方一切世界，供养佛故；为令一切众生以妙床幡及诸宝盖，供养一切诸如来故；为令一切众生得普庄严盖，遍覆一切诸佛国土尽无余故；为令一切众生得广大盖，普盖众生竭令于佛生信解故；为令一切众生以不可说众妙宝盖，供养一佛与不可说一一佛所结如是故；为令一切众生得佛菩提高广之盖，普覆一切诸如来故；为令一切众生得一切摩尼宝庄严盖，一切宝璎珞庄严盖，一切坚固香庄严盖，种种宝清净庄严盖，无量宝清净庄严盖，广大宝清净庄严盖，宝网弥覆，宝林垂下，随风摇动，出微妙音，普覆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诸佛身故；为令一切众生得无障无碍至庄严盖，普覆一切诸如来故；又欲令一切众生得第一智慧故；又欲令一切众生得佛功德庄严故；又欲令一切众生于佛功德生清净欲愿心故；又欲令一切众生得无量无边自在心宝故；又欲令一切众生满足诸法自在智故；又欲令一切众生以诸善根普覆一切故；又欲令一切众生成就最胜智慧盖故；又欲令一切众生成就实力普遍盖故；又欲令一切众生能以一盖弥覆法界诸佛刹故；又欲令一切众生于法自在为法王故；又欲令一切众生得大威德自在心故；又欲令一切众生得广大智恒无觉故；又欲令一切众生得无量功德普覆一切皆究竟故；又欲令一切众生以诸功德盖其心故；又欲令一切众生以平等心
负众生故，又欲令一切众生得大智慧平等盖故，又欲令一切众生具大回向巧方便故，又欲令一切众生获胜欲乐清净心故，又欲令一切众生得善欲乐清净意故，又欲令一切众生得大回向普覆一切诸众生故。阿弥陀佛，请法师慈悲开示。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的把这一段呢再学习一下。这一段呢也和上一段是一样，这一段呢也和上一段一样。那记住啊，在这里呢有好多都是一样的，大家顺着一个思路来理解并不难理解。就是我们经常供养的这一切东西，我们借助这些东西来发愿。那么我们发愿呢，愿众生所成就的，就往往不是这些个物质上的事，往往都是境界上的事，功德方面的事。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学起来呢就容易多了。如果说大家呢总认为啊是这些个物那就错了。如果说总认为这些都是个物的事那就错了。希望大家呢这一点一定记住学起来就容易的多了。好，接下来呢就是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他在施舍种种宝盖的时候呢，在施舍这些种种宝盖的时候，那这些个盖呀是非常殊胜奇特的，这些个盖是非常殊胜非常奇特的，也是尊贵所用并不是说谁都要用盖的。在过去啊并不是谁都用盖的，那能用盖的人呢都是非常尊贵的那么这些盖呢也是非常殊胜奇特的，是尊贵者所用的。那这些盖啊是种种大宝种种最好的宝而为庄严的。你说在上面的装饰啊都是种种宝的装饰的，那有百千亿那由陀上妙盖中是最为第一的，也是在所有的盖中那是最好的了。那这个盖呢也要有杆子能把这个盖撑起来呀。那这个杆子也并不是说竹子的木头的，它也是众宝合成的杆，众宝为杆。那么呢这个盖是什么做的？是妙王府上并不是说盖上一块布就行了，是微妙的网覆盖在上面。还有好多的宝绳啊金铃啊在四周都垂下周匝垂下一圈都垂落下来，垂落下来这些个宝绳啊金铃啊，还有牟尼璎珞次第悬布，好多牟尼珠啊还有璎珞都是依次第的在悬挂在它的周围。那在微风吹动的时候，因为它有好多金铃啊，这些金铃啊就有妙音，而且这些妙音呢都是那样和谐的，都是那样和谐的，产生的这种微妙音声啊都非常和谐的。那在这个宝盖上还有珠啊，种种的珍珠还有种种的玉啊，还有宝藏啊，是种种都充满，种种都充满。也是整个盖有无数的珠啊玉啊这些宝藏，无数的，还有无量的奇珍奇庄严，用这些奇珍异宝啊来庄严的这个宝盖，还有这个旃檀沉水妙香用这个旃檀香啊沉水香啊这些微妙的香普遍的在熏熏着这个宝盖，就是在用之前呢都要熏，熏多久以后呢就可以拿去用了。那在用的时候呢它会长时间的自然流露的这种香气。
还有阎浮禅金这光明，你说的这个宝盖啊，它是也放光的啊。那这个光并不是物理光啊，是这个物品的自身的这种光，光泽。这个光泽呢，就叫阎浮禅金，是金色的光明，而且这种光啊，是非常清净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有无量百千亿那由陀阿僧祇众宝物具足来庄严的，无量无边数的这些种种宝物来庄严的这个宝盖。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么好的宝盖，以清净的心来奉施给佛陀，以及佛陀灭度以后啊，我们就用这样的好的宝盖呢，施舍给塔庙。这个塔庙啊，就是现在的寺院。那或为法故，施舍给这些菩萨和善知识。那这块为什么说为法故啊？所以说要施舍给菩萨和善知识呢？因为这个好多人都说啊，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实际那个确实佛说过依法不依人，但是现在好多人呢，把这个意义啊理解错了，那总认为佛经就是法啊，人就是人，实际这个概念呢是完整的错，违背了佛陀的意思。那什么叫真正的依法不依人呢？什么叫真正依法不依人呢？我们大家在学广论的时候已经明白了一个事。那这个善知识啊，或者说它种性有问题啊，或者说它戒律有问题啊，或者说呢它的学识有问题啊，或者说他长相有问题啊，那是他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菩萨和善知识，他们都是依法成就者。那么在法的这种理论上、实践上以及境界上，他都是成就者。从这一点来讲呢，他就是法，法就是他。所以说广论上讲那个我们依止善知识应该如何依止，在圆觉经上也讲过依止善知识如何依止，那个就叫依法不依人。你不要看那外在的这个像那个像什么种族什么名姓，长得好看不好看，说话的声音好听不好听，你不要看这个因为他是依法成就者那个法那个才是关键，我们那个叫依法不依人。希望大家呢都能理解，现在就说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或者说我们以清净的心把这种最庄严最好的宝盖啊施舍给佛，或者说佛灭度以后呢施舍给寺院，或者说呢我们是为了法，我们为了法的关系呢，那么我们就要施舍给菩萨以及施舍给善知识。那还有那些个明文法师啊，或者说呢施舍给父母啊，或者说给施舍给僧宝啊，或佛施舍给一切佛法，因为这是宝盖，宝盖可以施舍给一切佛法的，或者说呢施舍给种种的众生福田那么众生福田有好多呀我们都可以去施舍给这些种种的众生福田，或者说呢我们施舍给师生以及那些个德树也就是说修行很高的年纪很大的修行很高的这些个修行长老，或者说呢施舍给那些触发菩提之心的，甚至啊我们施舍给那些贫穷的孤陋的，就饭是人类有所求的，我们呢通通的都要去施予那么这里面呢也分清楚了重点和非重点总的来讲我们都要施舍但是呢重点前面已经都讲过了。那么我们不管是施舍最殊胜的福田，
还是呢最下贱的众生，我们施舍以后呢，都要用这个施舍宝盖的善根呢，做以这样的回向。也就是说，我们愿一切众生都能勤修善根，都愿一切众生都能勤修这个善根，都愿这些个所有的善根就像宝盖一样，来浮在身上。也就是说呢，整个的身是具足的无穷无尽的善根。那么我们现在的众生，整个浮在我们身上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无穷无尽的恶业。那么现在我们愿一切众生都能勤修这些善根，用这些善根呢来抚其身，整个身上所容纳的、所覆盖在上面的呢，都是善根。那这样呢，就可以常为诸佛之所庇荫。这样呢，就可以常常的为诸佛之所庇荫。什么意思呢？好像是佛是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为什么说一定要有善根的人才能得到诸佛的这种庇佑和荫护呢？因为昨天这个道理已经讲得最清楚不过了。佛是平等的在利益一切众生但是众生有一些众生可以得到，有一些众生是无可奈何不管佛怎么给他是得不到的。昨天呢已经把这个事讲清楚了，在这儿呢我们就不讲了。阿弥陀佛。顾问的录音，今天的录音就是到这里，然后下面是今天录音的关于今天讲法的这个十回向的发愿文。请问有哪位大德愿意上麦来做这个发愿文吗？好的，如果有想上麦的可以打九哈，让我们排序。下面有请小菊师兄。好，感恩善友的慈悲成全，感恩您，我们一同来发坚固誓愿。誓愿速速具足因缘和能力，常得一切诸佛愿力加持，自在展现，修集一切善根，尽会来际具足所有宝座、狮子座。这些座又高又广，非常殊胜奇特妙好。座椅的腿是琉璃的，金丝编织的柔软衣服敷设在上面，还要建立宝床，熏着微妙的香气，有无量的杂宝作为装饰，金网覆盖在上面，像宝盖一样挂着宝铃铎，风一吹就发出微妙的音声，素以忘记的奇珍异宝在四周装饰着，一切成名共同瞻仰。愿坐这样的座位宣布法化，所有国家的国王都会遵守我的统领。愿有能力用普光明宝、地清宝、大地清宝、圣藏牟尼宝等微妙的宝来庄严自身，光明清净如同太阳，清凉如同月亮，光明在四周一圈一圈散布着，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最上的最妙的庄严具是第一，是第一无比的，用海殊妙宝、海坚固床宝庄严自身。这些宝的纹理都非常奇异，种种的庄严在大众当中是最殊胜的。用这个世界最名贵的檀金离垢宝戴在头上，享受灌顶位，可以统领阎浮提，自身具足无量的大威德力，以慈为根本主导，以慈心降服怨敌，令所有怨敌都能听自己的教化，都能承顺自己的教令。此时愿用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的宝庄严座施舍给如来第一福田以及一切菩萨、真善知识、贤圣僧宝、法师、父母、宗亲、声闻、独觉以及初发心的菩萨，或者供养如来塔，甚至一切贫穷孤独的人。
随他们所需要都会施舍，以此善根，愿一切众生都能做菩提座，都能觉悟一切诸佛正法，愿一切众生都能处自在座，得法自在，一切金刚山都不能破坏，有能力全部摧伏一切魔君。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佛的自在狮子之座，都能接受一切众生的瞻仰。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不可说不可说的种种殊胜微妙宝庄严座，于法自在化导众生。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三种世间最殊胜的座，都用广大善根来庄严。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周遍不可说不可说世界的座，用阿僧祇劫去感叹都感叹不尽。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大生密福德之座，其身充满一切法界。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不可思议的种种宝座，随其本愿所念众生，广泛开启法布施。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上妙的安坐，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上妙的安住，现不可说的一切诸佛神通。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一切宝座，一切香座，一切花座，一切衣座，一切盲座，一切蒙尼座，一切琉璃等不可思议的种种宝座，无量不可说的世界座，一切世间庄严清净座，一切金刚座，示现如来的威德自在成罪正觉。愿一切众生获得离世间大菩提心，自然去觉悟一切佛法，同时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专一的念，将此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生成巧妙契合众生根基的智慧，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此愿等真如遍一切时空处发挥妙用。好，感恩您的慈悲成全，我发麦，谢谢。随喜赞叹乔居师兄。对，师父这样很熟哈，我还没翻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后面的字，念出来了，随喜赞叹。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修在线要读的。那现在还没有看到九，那我就自己先来读一下。发愿文，誓愿速速具足因缘和能力，常得一切诸佛愿力加持，自在展现，修集一切善根，尽未来际具足所有宝座、狮子座，这些座又高又广，非常殊胜，奇特妙好。座椅的腿是琉璃的，金丝编织的柔软衣服铺设在上面，还要建立宝床，熏着微妙的香气，有无量的杂宝作为装饰。金网覆盖在上面，像宝盖一样，挂着宝绫罗，风一吹就发出微妙的音声，数以万计的奇珍异宝在四周装饰着，一切臣民共同瞻仰。愿坐这样的座位宣布法化，所有国家的国王都会遵守我的统领。愿有能力用普光明宝、地青宝、大地青宝、圣藏牟尼宝等微妙的宝来庄严自身，光明清净如同太阳，清凉如同月亮，光明在四周一圈一圈散布着，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最上的最妙的庄严具是第一无比的，用海殊妙宝、海坚固床宝庄严自身。这些宝的纹理都非常奇特，种种的庄严在大众当中是最殊胜的。用这个世界最名贵的檀金离垢宝戴在头上，享受灌顶位，可以统领阎浮提，自身具足无量的大威德力，以慈为根本主导，以慈心降服怨敌，令所有怨敌都能听自己的教化，都能承顺自己的教令。此时愿用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的宝庄严座，施舍给如来第一福田，以及一切菩萨真善知识贤圣僧宝
法师、父母、宗亲、声闻、独觉，以及初发心的菩萨，或者供养如来塔，甚至一切贫穷孤独的人，随他们所需要都会施舍，以此善根，愿一切众生都能做菩提座，都能觉悟一切诸佛正法，愿一切众生都能处自在座，得法自在，一切金刚山都不能破坏，有能力全部摧伏一切魔君，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的自在狮子之座，都能接受一切众生的瞻仰，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不可说不可说的种种殊妙，种种殊胜微妙宝庄严座，于法自在化导众生，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三种世间最殊胜的座，都用广大善根来庄严，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周遍不可说不可说世界的座，用阿僧祇劫去感叹都感叹不尽，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大深密福德之座，其身充满一切法界，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不可思议的种种宝座，随其本愿所念众生广泛开启法布施，愿一切众生都能得善妙的安住，现不可说的一切诸佛神通，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一切宝座，一切香座，一切花座，一切衣座，一切曼座，一切牟尼座，一切琉璃等不可思议的种种宝座，无量不可说的世界座，一切世间庄严清净座，一切金刚座，示现如来的威德自在，成最正觉，愿一切众生获得离世间大菩提心，自然去觉悟一切佛法，同时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专一的念，将此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生成巧妙契合众生根基的智慧，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此愿等真如遍一切时空处发挥妙用，